差不多，两个一样大，三千三差不多，一样大，那 OK 啊。那这 same as Annabelle。衣服刚刚好。对，我们都买60公分。那这样子啊，那就老大的继续穿了啊。对。所以你没有偏心啊，两个一样大啊。好，老子老脊髓液6.6哦。小脑横纹啊，大脑分一半。脑组织有长哦，脑子有发育哦，路越复杂，越复杂就是越成熟啦哦，好，越聪明啦，鼻子就看得出来聪明吗？就纹路越复杂，越聪明，眼睛有聪明，有复杂，对，眼睛。His arms are on his face。对啊。可不可以看他？哦。对，然后吐舌头。在干嘛？对，吐舌头。啊，吐舌头啊。嗯，对呀。他在喝水。喝水啊，乖啊。帮他特写哈，好乖啊。嗯，我的。好，脊椎、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、尾椎啊。好，骨头有连续哟、哦。啊，骨架没有断裂啊，没有看到。神经管缺损，啊，骨头越来越大颗喽。嗯。好，右手、手背、前背、手掌、手指头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拳头。左手、手背、前背、手掌，手指头。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，这是左手。两只手握在你前面，这样，好，是这样，好，放在旁边这样。Could you print a picture of the face? I think so. 好，脚又大。Yeah, she would just print a picture of her fingers or her foot. 他说可以帮印一个脸吗？是啊，我们等一下。不过其他很重要啊，那发育先看完，先看发育的，对啊，等一下脸我们最后一起看。还说也要慢慢。会啊，按照顺序看啊。好，脚在这里啊，啊、哦，各部位都很重要，四肢也都很重要，啊、哦，都要看到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另外一只脚在这里，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，四肢健全，好，心脏。脏腑四间，左心室、右心室、左心房、右心房啊，心跳很规律的，嗯，心跳137、120到180都正常的啊、哦。胃、膀胱、内脏有长。有肺脏，有肝脏，有小肠、大肠啊，每内脏该长的样子都有长起来，到时候功能啊要发挥啊才比较正常。肾脏啊，脐带啊，两条动脉，一条静脉，这个是血流啊，脐带里面是脐带是血管，要把氧气、养分。一直运送给宝宝了啊，羊水够，嗯，够他游泳啊，伸展一下，空间够，胎盘也很均匀，没有破掉裂开了哈，离出口也还有一点距离，还好啦，没有早早要掉出来哦，目前看没有会提早掉出来的样子，到时候生产的出口啊，没有被挡住，这里哈，自然生的出口。开刀生的出口，产道，嗯，产道都没有被挡住，哈、嗯，再弄弄包，不会，好，赶快照相，期待照相啊、哦。